许愿池，那有一个人他要许愿，可以把钱投下去，投下去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你要投哪一个。财迷富贵，有意愿很重要。先把聚焦在灯打在上面。你手包撇先下面犯规了，犯规了。财迷富贵这个，手伸下去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像在夹娃娃一样。对，手伸下去。把球套他结论是还是不要投好了，把球套他拿来买咸酥鸡比较实在。把球套他好，一群人在看许愿池，超瞎的。